我说啊，咱们俩握手那个，你记得那个时间特别长，完了你先松开，我一直不肯松，现在就只有一瞬间就松开了，就没有那个劲儿了，好可惜。对，也没有用此生的音乐。艺术嘛，就是肯定都是有遗憾美的，你要什么都是。就是都是咱拍什么就能对，你还记得我咱们在现场的时候我其实说了你便在我手上唱上一出吧，对，但是现在也是给闪没有了，我是为你打抱不平，为我们就是很多时候费了很多劲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有点可惜，你知道吧，就有点心痛，知道吧。哎呀没事，我觉得都还好，我说真的，这个能演这个戏你多开心啊，对吧，咱们当时。